好认真哦，拍他们工作的。我一个人的失眠，台湾是水果王国，不止品质佳，产量高，更常常创造出新品种。好，你的新 rap， 我不会正经一点。不会，你这样很好，我们喜欢。会唱我就把麦克风递过去，我会见机行事。有见机行事吗？我大概三分之二还是我会唱啦。我毕竟没有那么，也没有那么喜欢把舞台让给别人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开玩笑的。对对对。那所以你这样子说的意思是说，你等一下本人没有想要。等一下不是有一个钢丝降下来，然后我就这样的飞到旁边去吗？哦，你他走。不是说好的吗？这样我才会来爱大明星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詹佩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》。好，欢迎詹佩慈今天进入办公室，好好跟大家分享他人生当中，你看他们拍手拍成那个样子。来了，詹佩慈要唱歌了，开始。我想一下。怎样？好，那边比较大，先去这里。对啊，先来这边、跟大家见。又撞到牙齿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陪你来，我陪你来。你离开的那一天，不要躲，天空有点灰，见不着你最爱的在哪吗？蓝天。每到宵夜时间，肚子饿，来上一碗热腾腾的泡面，绝对是最方便。一切完了，记者大大会恨我。都是错觉，来不及道声感谢。故事啊，这个不能讲啦！这是什么版？你在看什么版？说，你说啊，你说嘛。南庄老街桂花巷，又输住几十年没进去过。我不知道哎、他上班。在干嘛？我不知道。谁会唱这句？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的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。是谁的眼泪？是谁的憔悴？洒满地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。哇！欠夸啦！好认真哦，拍他们工作的。你刚刚看的稿子吗？我一个人的失眠，台湾是水果王国，不止品质佳，产量高，更常常创造出新品种。好，你的新 rap， 我不会正经一点。不会，你这样很好，我们喜欢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。哦，换八卦版啦！像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快转去另一现场。大家好，那些年那几天，哎，不能看不该看的哦，你们都会入镜哦。昨天，这些年这几天这一夜，你让我失眠。尖叫声！错觉。想念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心碎。一起唱啊，一起唱啊！你们不是很常看到我们才对吗？我真的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真的，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。大家都说我本人比较漂亮了，错觉。有，本人比较漂亮。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 ！唱完了。好不正经哦！哪会啊，他们超开心的。谢谢谢谢。办公室出现笑声，还有二楼，还有二楼。二楼的朋友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上班吗？我是詹佩慈，再见。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。